今天给小鹅换了一个大一点的食盒。小鹅吃食的习惯特别不好，咬一口食就在那里咬脑袋，然后把那个饲料扔得到处都是。看这个箱子，这个纸箱周围全部是它扔出去的饲料，弄得这个纸箱到处脏兮兮的。吃食的那个声音像机关枪一样，突突突突突突的。我给它这个食盒这个边上用这个纸围了一圈，这样把周围挡起来，它摇头甩饲料的时候就可以防止一部分那个饲料四处乱溅了。这个水壶也是要给它固定起来，不然它会把这个窝里全部给弄湿。吃的太香了，感觉它这两天长了不少，这两天给它补了一点钙，这个脚看着好多了，没有前两天那么歪的厉害了。小鹅一个多月就要开始长那个羽毛了，它现在肚子下面这个绒毛已经全部变白了，还有背上是黄色的。放在保温箱里还不叫，一拿出来就叫个不停，一拿出来总是要靠着我，很近很近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。